Hello， 大家早啊！我现在在 Penn Station，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 BWI 机场，就是 Baltimore 的机场了。因为我今天要去 Boston， 算是半独旅吧，因为我有天文博的朋友，他们去那里开研讨会，然后开研讨会的话，学校就会把他们付住宿、机票什么的，所以我要去蹭免费的住宿，然后所以这样算有旅伴嘛？但因为他每天都是 conference， 所以白天我都要自己去玩，所以应该算是半独旅吧。虽然就这样是机场站，但反正它距离真的机场还要搭个接驳车。找到了接驳车，我过完安检了。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怎么说待在 BWI 这么久，之前就是来 Baltimore 一下飞机就走了，发现这机场其实蛮高级的，天，冷气很冷，刚还在排安检的时候人很多很热，但现在超凉爽。我到登机门了，我刚才走了一圈找可以那个装水的地方，发现 BWI 可以装水的地方超少的，还好找到。然后吃我捧捧帮我做的早餐，我本来想说我要来机场吃麦当劳，因为其实美国麦当劳很少，然后捧捧帮我做一个 Bagel Cream Cheese， 然后加培根和蛋。要登机啦！在 South Station， 然后他在 Chinatown 旁边，去逛个 Chinatown。Boston 挺空气是干净的。走进 Boston 公园，如果几天也会来，但我想说可以挑战从 Chinatown 走到 MIT 40分钟。来吃吃看我刚刚买的我最爱的肉松面包。
爬了一个小坡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！今天是星期二，在 Boston 的第二天，我现在大概快十一点。我今天的行程就是去 Newbury Street 逛街逛一整天，没有，因为我今天还要那个下午还要跟老师开会，下午我就找一个咖啡厅跟老师开会。车了，我又到了昨天去过的，昨天来过的 Boston Common， 但我现在是在另外一端。走到 Boston Common 对面的另外一个花园，它就超大哎，中间还有一个湖。街上评分最高就来，因为我等一下要跟我老师开会，然后可以找个咖啡厅顺便吃午餐，今天下午茶。来 Boston 还是不错过我最爱的 Trader Joe's， 然后他说他是全美国对，反正所有 Trader Joe's 边最小的，难怪超级超级难逛，超级。我现在走在 MIT 的对面，我要走
另外一座桥就是我是昨天走的那一座桥。现在在 Freedom Trail 的起点，就是 Boston Common 里面的旅游中心。这间很赞，超空，可是它超酷，它只有拿铁最好喝。这看起来是台式泡菜。那你知道南京大学是以前的中文大学，是中央大学前身，所以南京大学以前叫中央大学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国民党来台湾复校，好，谢谢你。卤肉饭、卤蛋。它卤肉饭超好吃的，排骨。
好胖。嗨大家，我现在来到很郊区的一站，叫做 Stony Brook， 然后我想要去参观一个 Boston 当地的啤酒厂，然后它票价就蛮便宜的，一个人10块钱，含税之后是11点多，想说不知道怎么样，看那个行程感觉 CP 值蛮高的，就赶紧走去，快迟到了。结束了，这是他送的玻璃小杯，为10块钱，我觉得根本在买这杯子，我觉得超级超级值得，因为他一进去就先给你一杯酒，然后开始讲解，然后讲解中带你去一个小房间，继续给你喝酒，然后会喝两种，虽然只有两种，但是他是用一个大瓶子装的，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用那个大瓶子，然后大家都也不知道，因为不想喝酒嘛，不想喝酒干嘛这种地方，就是。他们都没在喝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，所以我大概喝了6杯这样，然后10块钱还送了杯子，我觉得超级值得。嗨大家，我回到饭店了，今天比较早回来，还没7点就回来了，今天走比较少路，然后因为等一下8点大鼓要先发，然后我想说我要来就是看大鼓，然后我因为明天要离开 Boston， 明天要去纽约，我妈跟我妹在纽约，所以我明天去纽约，后天再跟我妈还有妹一起从纽约回到 Baltimore， 对，然后明天就很早9点15分的火车，所以我就刚刚去 Chinatown 另外一间面包店买了2个。面包都是有肉松的，对，因为包什么我真的很难找到这种面包，然后想说明天也在火车上吃。最后一杯塔特，我现在到了小水选，回到最初的起点。然后我要准备去搭 Amtrak 去纽约。